个篮子太破了，同学都说我重翻样，你可以跟我做一个新的吗？好啊，爷爷来做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爷爷，篮子做得这么好，大家会支持手艺人吗？会的，爷爷给你做好了。哇，篮子做得真漂亮，谢谢爷爷。